在今天竞演的下半场，他们还会有三个回合非常精彩的较量。第一回合的对决双方呢都非常能唱。我在小学的时候了，那时候就一边听逆战，然后一边玩那个游戏。他是逆战那一波的，我的天哪！第二回合，两首歌都是三人组合的演唱。因为他先选的，我想跟他唱。明佑后面的加入是，我想要帮他们拉琴。哥，我刚刚在做什么？转圈。你就是我的。你成长了。最后一个回合，队长大战。有没有活久见的感觉？最终整场领先的队伍会是哪一支呢？